I'm in America because I anti-CCP. I don't anti-China. I love Chinese. I love, you know, my country. Yes. It's China. Yes. But I hate CCP. I want to take them down.You will see today everything that Mao Guo has said about HNA and everything he has said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in relation to the aiding and abetting of the reckless growth of HNA is true. Zhong Guo 政府来了几个人要求不会分享任何信息，跟任何人分享任何照片。尊敬的十四亿同胞、战友们和我的同事、朋友们、家人们，你们好！文贵现在在纽约，和我们的好朋友史蒂芬·班农先生，还有我的同事凯琳女士，在这里为十四亿同胞和所有的战友们，正在准备着一个现场的直播，现在已经开始了，主要是。我们要反对共产党的 CCP 对十四亿人民的洗脑。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举行着所谓的三十几年来一直有的大家要必须看的这么一个新春联欢晚会的这么个节目。我也看了三十几年了，在这三十几年里面几乎都是一样的节目啊，三十几年来耗掉了我们现在在电视机前面很多同胞的半生或者说是大半生。这个新春联欢晚会是一个共产党的安排的洗脑的一个节目，是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所不能允许的节目。根据他三十几年来所有做的节目来看，他们所有的承诺给人民的，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让人民实现小康现代化社会，让人们过上有法治自由、信仰自由的这个社会，从来没发生过。三十几年来啊，一概如此。此时此刻，在中央电视台还正在进行着。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几十年，所有的这些主持人都去哪了？大家去看一看，不是陪领导上床了，就是跟领导结婚了；不是跟领导生孩子了，就是犯罪了，啊，要么就是搞密兔了、蓝金黄了。所以说。中央电视台是人民心目中的一个大裤衩子，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知道给中南海的一个大妓院啊，那个地方藏污纳垢，传播着淫秽啊精神的雾霾，它是我们中国人民走向贫穷走向堕落的一个最坏的一个地点和榜样。所以文贵应十四亿同胞和所有有良知的同胞们的要求啊，在这里搞文贵看春晚，传播真相，传播力量，让人们了解 CCP 到底有多坏，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人应该有的尊严和我们真正的需要。那么今天我很荣幸地请到了刚才在前面短片里边提到的我们的好朋友半农先生啊，很多人中国现在最有名的西方人士，还有一个90后的美女啊，凯琳女士。这两位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我就太渺小了，一个大美女啊，一个是大帅哥，然后呢而且都有了这丰富的人生的传奇。为文贵非常的荣幸能和他们在这里主持一个节目，献给十四亿同胞。那么大家呢很给我留了很多信息啊，让我传达给这个班农先生向他问候。那么现在呢，我首先代表所有的战友的留言来欢迎班农先生荣幸地参加到我们新春的这个晚会，谢谢班农先生的到来，谢谢。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还要再握一次他的手，因为很多啊，这个台湾的、上海的、香港的女同胞啊，给提出各种要求，还有很多认识班农先生的人说向他问候，因为在生活中了解他，说他是个君子，对女士非常友好啊。班农先生，我要再代表中国的你认识的女同胞们给你握一个手。
啊，再一个，这个就是凯琳女士了啊。这个我要代表啊，很多中国的喜欢她的男同胞们握下手，欢迎凯琳女士啊，欢迎凯琳女士。那么凯琳女士就我一次吧，别的就不代表了。好，那么今天啊，非常高兴，大家看到是纽约的时间早上的七点钟啊，现在我后面的就是这个太阳啊，正在慢慢的升起啊，后面的背景呢是中央公园，还有时代华纳，还有中央公园南大道的很多的这个纽约广场啊，包括了我的家就在隔壁，这是一个传奇的城市啊。这个纽约又名大苹果，说是上帝给美国的一个礼物，就在一个石头岩的岛上，周围有这西河、东海，南边有自由女神，中间有一个中央公园啊，这是一个传奇的城市。这里的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最好的酒店，最好的写字楼，最好的公寓，还有一个天然的中央公园。这里边有法治，这里有音乐，这里有文明，这里还有自由，还有信仰。这个曼哈顿有几万个教堂啊，所以今天我和班农先生和凯琳女士在这里为大家准备这个文贵看春晚，和北京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子里边拿着人民的钱花了上百亿建造的大裤衩子啊，而且给着了火了啊，还着火了一个男生都去着了，那么在那里正在散播着精神的这种传染。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向大家想说的是中国人需要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那么半农先生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节目和观点和事实啊。这边凯琳女士会用她的这个传奇的一个九零后的经历告诉大家，她在中国和在欧洲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来比较我们今天共产党在中国所传播的这精神雾霾真和假之分。那么我呢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看到啊，我的节目啊展示了一下啊，很多秘密，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惊奇的爆料，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娱乐节目，是爆料，叫班农先生凯琳女士文贵的看春晚爆料节目。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娱乐节目看我们，你们的生命的时间的宝贵，不要去花费在任何人所谓搞娱乐节啊，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世界还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啊爆料，寻找真相，一个法治的中国，信仰自由的中国。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第一个呢节目的开始呢，就是说因很多战友的要求要采访班农先生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来自于战友们给我的留言啊，几百万几百万的，有些我是能问到的，有些我是没办法问，所以我筛选了一些问题来问班农先生啊。首先呢我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班农先生啊，我们现在第一个就请问班农先生啊，就当时啊这个他在白宫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呢，特别是中国的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啊，还有这个美国的埃利波利，还有中国的吴征啊，很多人包括史蒂芬问呢，几十个美国的企业家啊，想尽一切办法说服遣返郭文贵。在这个遣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求遣返过来发生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有一天早上，就是川普总统突然来到白宫办公室，早上他们要开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呢知道班农先生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班农，这个川普总统说了，有一个家伙啊强奸了所有人，强奸了所有人，这个家伙就把他送回去。然后呢这秘书就拿了一叠文件，上面是郭文据说是习近平主席写给川普总统的一封信，要求遣返郭文贵。这封信背后啊，这个信呢上面有习近平先生的一个签名，背后附的证据呢就是财新杂志关于郭文贵的一些报道啊。那么这个文件就准备好了，就马上要签字了。这时候班农先生说，哎，停，先教我看看什么事儿，郭文贵，谁郭文贵，是不是那个麦克斯郭啊，哎，给我。这是班农先生拿过来了，拿过来以后班农先生啊就觉得似乎认识我啊。这时候就打电话给一个亚洲事务管理的啊一位这个主管，从白宫西翼赶快跑过来，他说这个人是谁，他说这个人就是那个奥运村盖盘古楼那个郭文贵，而且这个人是个我们的宝贝国家资产，绝对不能被遣返，这人是跑过来的。班农先生说，哎，这个你不能碰，你不能动
啊，这个人很重要。最后旁边的白宫的这个当时的律师说，这个也不动，这也不合法。而且这个是从听说美国的一个赌场大亨史蒂芬问在头一天的晚餐交给了这个拜登总这川普总统的。那这首先在程序上我们认为这就是不合法的。第二个附着的证据当时看来是很荒唐的。另外一个据说是通过吴增或史蒂芬问交给了川普总统这份亲笔信，说要 do my favor 这封信根本不可能。我认为中国程序，中国国家的程序不可能让国家习近平去拿着一封这样亲自签名的信交给美国，这个通过私人交给川普总统，这绝是不可能的。这个中间有很多细节，所以我们请今天啊第一个问题，就大家关心的，这是第一个最多人关心的问题，因为认为既不符合美国的行政管理法，也不符合美国的法律，也不符合中国的行政规定，还有这个法文规定，怎么会习近平去拿着一封所谓私人的信，通过私人交给了川普总统，又把郭文贵弄回去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请班农先生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请班农先生。Well, I think that， 这个呢在华尔街日报呢也已经是广泛的被报道过了。我是在那个的时候认识郭文贵，我知道他当时是在那个的做直播，在爆料，而且来到呢是也是呢也是说明是中国很多的虚假的事情。那么很快的话呢我就认识到他，我觉得他是在说一些很重要的话。当时有很多重要的人包括了写这一封信的人，他们希望是遣返这个的郭文贵先生，而且呢他们想要把他驱逐出去一个的有法治社会的在外面。那么因此的话呢，而且当那个的时候有机会去哈佛的去讲课，那么我觉得在那个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的有力量的人，有权力的人，也跟中国有权力的人一起希望是把他遣返到回中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应该要做出很多的现实的一些的爆料，那么而且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出更加多的爆料的事情。那么而且呢一年前呢我们也看到郭文贵在华尔街当中也说过了，他是做出了很多的现实的一个的爆料，那么而且是告诉我们很多是关于中共的事情，因此的话呢使到呢中共想要把他要遣返回去。所以我觉得呢我更加要关注是郭文贵要说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说了很多的重要的话，而且在直播的时候呢美国之音呢也被中断。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的使到是郭文贵呢更加的关注于在做出一些的手机的证据，而且来到做出爆料，让更加多的广大的观众是知道一些的现实。所以呢那么因此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知道呢那个的时候中共呢想要在一个的司法的一个的程序之外把它遣返，那么然后的话呢这个的事情呢是有了一个的相反的后果，使到呢他更加的重视来到收集证据，把爆料，让更加多的人美国人更加认识中国的真相。已经回答了，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呢还是关心刚才我看到的信息里边，就问当时班农先生啊，这个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是否看到了习近平先生的亲笔签字，这是一个问题，班农先生。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正常吗？从习近平一个国家主席的身份写了一份亲笔信给川普总统，这是可能吗？你说是真的是假的？请您花两分钟回答一下川普班农先生。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是否有一个的签名，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渠道，我觉得不应该是从这样的渠道是让你呢被遣返的。因为我要知道有很多的人也认识郭文贵，我们也知道呢他们可能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爆料，你做了很多的海航的这个的说了很多海航的话，王岐山的这一些的话，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因为
为你说了那么多的话，爆了那么多的料，做了那么多的反腐的一些的事情，因此他们是想要把你是遣返回中国的。那么而且呢，这些的信可能都不是真的。那么其中一个呢，我们美国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说，是我们都是一个的法治的社会，我们是有政府，我们是有一个的法规。我们知道呢，是国务会来到是美国，他也是在进行这个的政治庇护，有而且是受到美国的这一个的保护，受到我们保护他的政治的意见。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不可以让另外一个的国家可以压制他的自由的言论，而且要把他遣返回国，这个是不能的。我们而且他们做了那么大的努力想要把你遣返回国，我觉得这个是不自然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是获得了一个的反后果，使到郭文贵在美国更为人熟悉。另外一个呢，大家很关心的是，当时我也知道班农先生跟那个中国最坏的个坏蛋啊，叫吴征啊。吴征呢，这个认识班农先生啊，想尽办法通过了关系跟班农先生认识，然后认识以后呢，这个还要给买班农先生的版权啊，花$200,000，然后呢还隆重的介绍他的妻子啊，杨澜女士，说的杨澜女士是中国的 opera 啊，中国的 opera， 然后呢，还这个买书的条件是要请班农先生呢，接受他太太的采访啊。大家都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很夸张的。这个然后呢，班农先生也跟吴征这个见过面啊，然后也希望班农先生能帮助这个遣返郭文贵。那么大家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认识的吴征班农先生啊，都发生了什么戏，他怎么看待吴征的，请班农先生花上2分钟回答一下。Well, it was... 很简单呢、啊、他是。那么布伦伯格呢，有一个的人叫 Joshua 呢，来到写了一本书叫呢 Devil's Bargain， Bargain 就是说是其实是关于呢是美国的民粹主义的一本书。那么而且呢，他也是让我成为这个的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的一个的顾问。那么但我是谈到了中国很多的情况，而且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些的情况，而且呢也关于是，但是呢他是获得了很多的争论争议。那么而且呢突然间我就是收到我的出版商的一个的电话，他说有一个的胡征的人那想要是买我的版权。而且呢在那个的时候在美国是一个的最佳的销售，但是呢也不是一个的国际知名的书，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会认识我这个的书。我就请他到来呢，我是这个的华盛顿首府我的办公室。那个的时候那他这个的吴征就是出现，他好像是说了很多的夸张的话，又说了最大的话最高的话，那么然后告诉我呢我的书必须就要成为是历史上呢最好的书，说了很多的夸张的话，而且告诉我他的太太呢是中国的这个的 Oprah Winfrey， 那么也会把我会上他的节目备受这个的采访，那么而且是成为是中国最大最高最帅的一个的人。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很不安，因为这个的人好像是在要跟我建立一个的关系，但是其实这个的关系可能是不太正常的。而且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个吴征是什么的人他要过来的做我的宣传。然后呢我知道我是支持郭文贵的，因为郭文贵对外爆料都是一些的重要的信息，而且是反腐的信息，特别就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的话呢我必须要是维持我跟郭文贵的关系，我不可以来到呢是尝试帮助什么的人来到反对他。那么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他那么然后呢我跟吴征说我跟郭文贵我是支持他，然后他就好像是失去了我对我的兴趣。那么他好像不想要真的知道我是支持反腐，而且呢是支持郭文贵。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的郭文贵刚刚也说了，其实他是一个的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的老百姓，全球的一个的老百姓。那你现在我们是在曼哈顿，是太阳是高升很漂亮的这个的中央公园，他来跟我们来到爆料，我们很感谢他。另外一个呢还有关于吴征的问题太多了啊。这个吴征先生呢多次给班农先生讲他是习近平先生的心灵医师，就习近平得经常打电话
得向吴尊来咨询一下的情况，抒发一下心里的不乐啊，所以他是搞好哥们儿啊。杨澜女士呢，她太太呢是彭丽媛女士第一女，中国的第一女女夫人的心灵医师啊，心灵鸡汤，经常也要需要这个杨澜女士啊帮助她这个医疗心理的疾病啊。她这是杨澜女士吴尊给这个给班农先生讲的，所以要求呢杨澜女士要采访班农先生。第一个再要问的就是班农先生，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啊，你就说 yes 和 no 啊，你不要再说别的，你就回答一句话，有没有说过吴尊想到你家里边去找钥匙这个事情啊？ yes no yeah yeah 我 yes 哦、oh, yes no 不是你要等一等，我不可以就是一句话。有一个的事情啊，我觉得让我最不安的就是说是呢，他不断的来到呢，就说他太太啊，跟这个的习近平的关系啊，习近平的太太的关系啊，而且的话，真的是觉得我让我很不安。那人家都说是他是什么人的好朋友，那么其实就是非常的想跟我见面，好像是这个的吴尊，他好说自己是这个的合理活的这个制片人呢，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因为而且我不是第一个的人，那吴尊宣传或者是让要见杨澜的人，那可能是有一些的特殊的关系吧，可能他觉得这个的他太太跟这个的习近平啊第一夫人真的有一些的特殊的关系吧，他觉得可能是跟他太太见面了以后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但是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么很多的人在美国都不喜欢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中国也不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样的事情的都是一些坏的事情。因为很多战友啊都担心班农先生当时被吴尊的找钥匙太太给拦进房了，那么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问过了啊。一，吴尊先生啊多次提起太太要采访班农先生，还没采访，所以这个找钥匙还没发生啊，所以班农先生还完好无损的坐在这里，还好他没有见呢啊。这个但是班农先生我这人啊肯定是他喜欢美丽，我这点可以肯定的，非常特别的这个这审美眼光。因为大家都知道班农先生呢，他是做起高盛过去的副主席啊，做过金融啊，做过巨大的电影并购和媒体并购，本身也做过导演啊，而且他过去是很小的时候就当兵，当时当兵是主要是在亚洲，南中国海、日本啊、马六甲海峡，他是做在这航空母舰和潜水艇部队的，所以他对军事上啊是度过了他最宝贵的青春，他对中国、对整个亚洲和台湾、香港和日本是非常熟悉的。后来他又做了电影，他对这个电影界那是更是熟悉的啊，然后又做了金融啊，这就是为什么班农先生在帮助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能提出一系列的切实可行的，让世界上高度关注，后来成为了世界上各种运动的啊这么一个创始人。那么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以后，班农先生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安全顾问，引起了世界上最高度的重视。一度时间啊，大家认为这个川班这个核是影响世界的，现在经过这几年证明了班农先生确确实实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啊，用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有信仰的这一个绝对信徒的支持啊，他在改变着世界，他在推动着一个个的这个大的会议和大的运动的时候，就叫做 populism， 就是我们的叫民族主义，不叫民粹主义，叫民族主义。说一个国家一个人连自己的民族都不要了，那你不可能说你有国家，你也不可能所谓的你有什么其他利益，那就是今天我们担心就极左的啊这个发生。那么他曾经啊，班农先生这个在他离开白宫以后，辞职离开白宫以后，被王岐山邀请到了北京啊，当时他到香港演讲啊，是中信这个邀请去的，突然间说中信说你能否让到北京和刚刚退下来这个王岐山见个面。后来班农先生就到了北京啊，去见了王岐山。那么见了王岐山之前，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主要是聊天说是会面，结果去了以后，王岐山旁对面坐了三十几个人啊，都拿着笔记本，王岐山穿了夹克来了，一开始见到班农先生说非常的和蔼可亲，像个好朋友一样，
但是讲了几分钟以后，突然把脸就扭给班农先生，就是像魔鬼一样，啪啪啪就在那讲，啊，讲完以后啊，就是讲民族主义啊，还有担心什么，就是说白了，不能让中国老百姓说话，他反对班农先生提倡的，要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才是国家的基础，不保护老百姓，你什么主义都没有。王岐山反对的就是他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被极少数人来占有一些利益来领导着啊，1%的人拥有人类99%的资产，这是他反对的。特别是中国，他更不认为极少数的共产党人统治着一个14亿的国家，一切都听党的，一切都是党的，一切都由党来管，他是反对这个的。王岐山的最反感就这个，就跟他开始 PK 上。后来这个视频呢，他拿去马上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来看，说你看我敢把班农的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敢搞成这样啊，这是他的政治耍花招。但那一天给班农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两三个星期以后，美国这个金融代表团到北京见王岐山的时候，结果王岐山穿的睡衣出来了啊，非常粗鲁的啊，有人要人家穿着西装去的尊敬，当着面把人家领带给人拽下来，他的秘书，这就是王岐山，就是一个粗鲁的没有礼貌的伪君子，而且希望中国人能吃草也能统治，绝对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有尊严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这是王岐山和班农先生他俩天然的不同。那么回来以后，我跟班农先生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我非常的惊讶，这也是我和班农先生我们能走在一起的根。